改不了吃屎。幽默政治动画，公孙乐制作，纯属虚构，情节与人物如有雷同，欢迎对号入座。寡人下令割卵泡之后，应该可以高枕无忧了，毒牛案必定强渡关山了。启禀皇上，事情不好了，王院长说临时会取消了，他说台风来了，救灾要紧。反了反了，台风再大，只要寡人说一声，世事难料，就可以糊弄过去了。他不知道皇帝最大吗？王院长说皇帝再大也不比上帝还大呀。他说不然你去找上帝理论好了。本党钱多多，总是一来一去。小轩子，你走后门给上帝送个大红包去，谁不见钱眼开呀。可是上帝说你的天龙国不被承认，所以你的皇帝位并不存在，送红包和送废纸没两样呀。那么请上帝让我们美牛案先通过，未来我们每天都送10000吨美牛给天庭加菜，总行得通吧。那样更行不通。上帝说天庭早有明文规定，莱克多巴胺一定要零检出，无论谁违反规定都要下地狱。他还撂了一句话说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